了。Allen， 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不要！你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不要！你今天的结论是什么？他真的不是好人啊！哦，那他可能也不是好人啊。呀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说呀？不行，来，我来这么去改。那他也不是好人机，他本来就不是好人，他不是好人机，是好人。六个好人中间四个坏人，他看了，他说他自己，他确定他自己也是好人，因为他自己一直给 Success 的牌，对不对？他就觉得自己是好人。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好人？对，他又看了另外几个人的牌，然后四个人全部都是好人，所以那怎么可能？所以说他把坏人也说是好人，问题就是说很有可能四个人真的都是好人。他们没有可能，你为什么要给他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四个人如果都是那个 Fail 哪来的？Fail 哪来的？所以可能他想保的那个坏人根本就是。我跟你说，我保护他自己，但是如果他自己是坏人的话，给他们一块趴下，就是火你说，我说我是好人，我真的是好人。我要是坏人，大姐说，我要是坏人的话，我会很认真的为自己辩驳的。你要是坏人，我会很努力的去参与这个游戏的。但是我是好人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绝不了。如果你是坏人的话，你把牌吃了。如果我是坏人的话，我把牌吃了。这么多呀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自己